鄉親啊，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曾淼宏曾教授吼，電機博士。今仔来遮吼，跟咱鄉親交換知識啦。啊，交換啥物知識咧？迄个咱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所说，当国家机器被不诚实的人掌握之后，那国家就完了。看台湾目前在白宫网站联署蔡英文真假博士的这件案子，来，哦，黑德兰那家等，好来听好哦，黑德兰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所说的，当国家机器被一群不诚实的人掌握之后，看这个国家就完了。来看台湾目前白宫网站联署蔡英文总统的博士真假博士的这个 case 是这样子的，从2月21号开始哈，这个台美人士哈，那些台湾的美国人哈，在白宫网站哈就哈写出一个主题，叫大家去联署啊。这个联署的规则哈，一个月之内必须要有10万人哈去联署啊。啊，白宫呢就会开始哈来检讨，一定要给你回答了。哎，这个问题，蔡英文他到底是不是真假博士这个议题呢？在2月21号哈被抓到。被台美人把他抓到哈，这个网站上面去，让大家哈一个月之内，从2月21号到3月22号，就必须有10万人去联署了。哎、哇，这件事情哦，台湾人哈，我那就想要怎样，到底蔡英文这个博士哈是真的是假的？啊，那以阮哈经过博士立场的人来讲啦哈。哎，根本就无可能是嘛，无可能是真的嘛，因为吼，伊是有正常的学者啦，大学读四年嘛，硕士读2档嘛，博士读4档嘛，正常啦。啊，但是呢，那硕士要读2档哦，可能吼，袂讲就勉强啦。但是博士吼，咱这个蔡英文蔡总统哦，伊吼是伦敦大学。政经学院的博士学位，他2年就给他砍掉一码事呢。他这个事情哦，对阮这个行过博士的人来讲，是足无可能的代志，根本就无可能的代志嘛。真侪人伫我的网站啊，尤其哦，我前排哦，他的3个月前、4个月前哦，因为咱即马目前咱国内吼，上个努力、上个勇敢的彭文正彭博士哈、彭教授，全台大新闻所所长。这是咱台湾上盖优秀的呢，他在网站上面也一直声嘶力竭的哈，希望我们台湾人哈来协助一起查证蔡英文这个博士哈，不可能是真的嘛，不可能是真的嘛。啊，我讲你听啦，当国家机器哈被一群哈不忠诚、不忠实的人哈、不诚实的人掌握，真的这个国家就完了。啊，我也一直很纳闷，奇怪这个主题哈，怎么会到现在哈？今天早上我上去看哈，都已经哈快2个礼拜了，怎么只有37,222人呢、啊？只有37,222人，这个主题这么多，而且台湾人哈非常的 smart， 台湾人对这个主题也非常的关心，而且彭文正彭教授。彭所长、彭博士，他也非常用心的、很发挥精神的哈、心力的哈，在政经官不了 YouTube 上面一直在嘶声呐喊。但是为什么2个礼拜了，只有37,222人，只剩下最后面的2个礼拜，最后哈，有人就在我的 YouTube 上面，因为我2天前我就讲。我们必须要针对蔡英文这个假博士，我们要把论坛，我
我们要把论坛拉到户外去，让全台湾人巡回全台湾，让全台湾人知道蔡英文这个博士一定是假的，可能是假的，啊，不输赢咱台吼，咱户外论坛讲一个详细嘛。哎，啊，人家就一直哈，在我的 YouTube 下面跟我反映呢，说这个白宫这个网站有问题呀、啊，有问题呀、啊，怎么会哈？哒哒哒哒，怎么会有埋拉屎啊？有埋拉屎，哎，是安尼啦。现在台湾人哈，台湾人哈，台湾人有什么异状，都可以找到异状的根源呐、啊。你、就是讲有啥咪吼无正常的，都可以找到。哎，小弟我，哦，曾淼红陈教授电机博士，我较早我做军人做二十几年啦。我较早要退伍以前，我是三军大学电脑中心的上高主任啦。哎，我上高主任呢，我必须要维持整个学校的网际网络，哦，校园的网际网络1200台电脑要上校园的网际网络，以及上到哈，哎，上到网络去啊。哎，我当有人跟我反映说哈，第一，他那个网站哈，因为在我的 YouTube 下面跟我反映，他的网站呢有埋那是哎。有黑手，已经有黑手伸进这个网站 的正常的运作哦。为什么彭文正、彭博士他一直在呼吁台湾人，可是那个 counter 一直维持在37222人，哎，一直哈、哦、维持哈、哦、都不跳，我就很纳闷呐、啊。结果哈、哦，哎，我就好好的注意一下，哎呀，又是作弊了，又是作弊了。蔡英文，你没作弊会死啊！来，是安尼啦吼，咱台湾人吼，和当一个国家机器啊，好，当一个国家机器掌握在这一群不诚实的人的手上，真正就麻烦。是安那讲麻烦，你唔知影咧？今仔日这个坐标，我讲给你听，这个坐标哈，我好好的观察。我哈、哦、用四个信箱去测试啊，我有四个信箱嘛，哈、哦、啊，白宫的网站要你哈、哦、填上你的信箱号码，他你说哈、哦、哎、欸、yes， 你在白宫那个网站呢、啊、只要一填，填完之后呢，填上你的 mail 信箱，然后他就发佣信到你的 mail 信箱里面去，啊那个 mail 你在你的 mail 信箱啊点 yes 就马上回复 response。回复到白宫的那个网站，就给你加一票，加一票，加一票。哎、欸，我恍惚就因为有 YouTube 上有人跟我反映，好像被锁了，好像被锁了。来，啊，我一看哦，啊，真的被锁了。我一测试，真的被锁了。想那讲呢？来哦，我们的信箱哦，请注意一下，他锁什么呢？我有四个信箱啦，好、哦、啊，我去测试哈，比如说 yahoo.com.tw。mail2000.com.tw， 哎、欸，我另外还有两个信箱，哦 ，gmail.com， 还有 Microsoft 的 hotmail.com， 请注意哦，你只要是.com.tw， 全部被锁了，没办法正式运作了，哦，啊，你如果 gmail.com， 它没有.tw， 没有.tw， 凡是来自台湾的信箱了，哈、哦。哦、他全部锁死。来，听好哦，我现在要讲一个哈、哦、简单的道理啊。我这电脑中心主任哈、哦，哎、欸，你的信箱的运作都是透过 mail server，mail server 啊 ，mail server 呢里面呢又分成两大块，一个叫哈、哦、PAC 3 server 负责收，啊 SMTP server 负责发 ，mail server 就是讲哈、哦。你还没负责收发信箱哈，哈、哦，啊、会透过两个 server 在做，哈、哦，那个 server 里面的 PAC 3 server 负责收，啊 ，SMTP server 负责发，啊，现在是这样的啦，哎、欸，我用 yahoo.com.tw， 我的 PAC 3 server 被锁了，我在白宫的网站上面按哈、哦。按到 Yahoo 的点看点 TW 呢，
雅虎点 com 点 tw 呢，收不到白宫进来的信啊。哎、欸，也就是说我的 part 三 server 呢，我的 part 三 server 呢被锁死了。那台湾的 part 三 server， 台湾呢所有的网路在硬体上面呢，可能是透过幌寮，幌寮那边有一个海底缆线哦，连到美国的信箱、美国的网路去了。哎、欸，也就是说哈、哦，我们的 main server 里面有分成 part 三负责收 SMTP server 呢，负责发。那我们全台湾所有人，彭文正彭博士跟台湾人讲哦，要。希望台湾人一起来关心蔡英文到底是曾博士、贾博士的事情呢？哎、欸，白宫，我们到白宫网站去 sign yes 的时候呢 ，part 三 server 呢，根本白宫发进来，只要是台湾的水龙头的总开关的 part 三 server， 只要白宫进来的网站，白宫网站进来的资料哦，全部锁死。哎、欸，这我看到了。我测试哈，雅虎点 com 点 tw 跟 mail 2000.com.tw 全部没办法收到白宫寄进来的信了、啊。好啊，这个哈、哦，这个要个罗卡了，这个要个罗卡了，要个看你呀哈。这个所以说这是牵涉到资讯战了。资讯战的过程里面哈、哦，攻击的成本是很低啊，哎，反锁的成本是很高了。那你们来这个红袖呢，想要开工。资讯战的过程呢，攻击的现在哈、哦，国家机器可能是唐凤引这挂人哈、哦，可能啦、啊，哦，合理的怀疑是不用证据啊，哦啊，我都把证据摆出来啊，哎、欸，他把全台湾跟美国那边联系的整个网络里面的那个 mail server， 可能是 Cisco 的 mail server 里面的 part 三 server 呢锁死，只要白宫那个网站，哈、哦、所发出来的信进入台湾呢，全部透过 part 三 server 让这些信全部断掉。好，这个我们可以马上查证。咱乡亲哪尊公有人哈、哦、有这种信箱的话，有点 com 点 tw。跟哦 ，gmail.com 的这两种的，你用 gmail.com， 你去搞白宫网站给去了，他马上会收到白宫的信，啊，你哦一你是放回去啊，可能他就马上加一了。啊，你如果是.com.tw， 用Yahoo.com.tw， 或是 mail2000.com.tw， 或是 PCphone.com.tw 的，哎，你到白宫网站那边一按一下，信寄不进来。那比如说那个 part 三 server 哈、哦、被锁死了，白宫那个网站所寄进来的信哦，你收不到了啊，这个还是 local 啦。最厉害的是哈、哦，他不锁你 MP 三 part 三 server， 他不锁你 part 三 server， 他锁你的 SMTP server， 那个专门发信的。哎、欸，白宫的确认的信寄到你信箱呢？你把它 respond yes respond 回去的时候呢，它锁你 SMTP server， 让你哦要寄到那个网站的所有的信件呢，全部寄不出去，这就是锁 SMTP server 了。我最重要的意思是讲说哈、哦，彭正彭博士，他在政经关不了 YouTube 上面用力的请台湾人哈、哦、关心这件事情。到白宫网站哈、哦，去加一，然后哈、哦，让白宫的官方的人士能够在一个月之内收到10万封台湾人的联署信，白宫的官方他们就会对这件蔡英文的真假博士的真实性呢做出一个回复了。啊，这个东西呢，台湾人已经不能礼拜了。2月21日，不到今嘛，拢伫37,222个。欸，我今仔会使看是37,222个，有人甲我反映。啊，咱这个 case 哈、哦，已经被攻击了，被什么攻击？被国家机器把白宫的寄过来的信，透过 part 三 server， 让你
点看点 TW 信箱也收不到信了，你就没办法 respond 了。啊，想在高级的时候，透过哈、哦、让你收到信，让你能够回信，但是呢，透过 SMTP server 哈、哦，把你回复的信呢拦掉，拦掉，白宫那边呢就收不到了。啊，所以说哈、哦，台湾人去用卡四百单哈，拢卡迄落哈，唔知诶，因为国家机器被一群哦。不诚实的人掌握嘛，所以讲哦，你台湾人你伫只乌龟半波嘛，哎，诈骗的技术必须要与时俱进呐。总统府内底蔡英文一挂，堪新潮流，哎，你想看卖嘛？日本迄个大，迄个苏大说苏吼苏信的大使馆里面的人都被杨惠如他们这种吼网军哦干掉了。所以说，应用国家机器杀人于无形，就是现在这群人。我不晓得，我这样讲哈，在任凭你彭文正彭博士在台湾的国内哈，你就是有多么的出名哈，有多么的用心做事。对不起啊，你做的都白工了。国家机器在水龙头的总开关那里，就把你的。白宫寄来的网站全部 delete 掉 ，Pass 所以讲哦，透过 Pass 三 server， 让你没办法说，啊，你要寄出去，你要 confirm 白宫那边的东西，他把你干掉，让你哦 SMTP 透过 SMTP server， 啊，所以说哦，你台湾人伫台湾这个岛顶玩哦，乌龟半波哦，我叫咩起笑，哎，白宫也唔知啊呢，引言啦。因为国家机器把哈你跟白宫之间的互相的 email 的联络的 email server 里面的 Pass 3 server 让你收不到白宫的信 ，SMTP server 让你哈回寄不到信到那个网站去了啊，所以讲啊就悲哀了，所以讲哦，我读军校哈，伫过程内底哈，有当时啊哈，整个 LP 都是火，火什么呢？吼、哦，你军校咧科技，有当时吼、哦，长官吼、哦，这个长官的应用啦，比如讲要考研究所啊，哦，比如讲要考哪一个哈、哦，哪一个什么战研所啦、战略班啦，还没有报名，就知道谁会录取，哎，都录取榜单出来以后呢，哎，还没有入学。都知道谁会被选优留校了，哎、欸，要求啊，所以讲哦，你永远都干不过哦，这种国家机器哈、哦，在那边哦一阵乱搞啊，哦，跟那个啊，所以讲哦，卡扎达的万坦呐、啊，万坦呢，万坦按万坦讲哦啊，卡扎哥克啦、波克啦，那个名家哦，都已经内定好了，都已经哦36个省分配好，都已经，所以讲咱台湾人因阮家伫这个哈、哦。就比惨没落了，这是我的看法啦。啊，即马吼是安尼啦。哎、欸，啊我有讲嘛，讲吼、哦、蔡英文总统这个学位是假的，这个学位是假的，因为校规规定，至于吼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哈，徐永泰徐博士伫英国，林欢强林博士，我好朋友林欢强林博士伫美国，彭文正哦彭博士，这拢是咱台湾上优秀的人哦。在台湾，欧美辉吼，大家博士在咧掠，哎呀，哎，讲这个蔡英文的博士吼，假，啊，大家要去白宫网站要甲拉一个，哎，也被国家机器这样干掉呢，啊，所以讲吼，我就是针对吼蔡英文，他是真假博士这件主题啊，我就说了，我来无款，500-1000，咱大家乡亲有兴趣，500-1000，肯定来。千里而已哦，我若有收到经费，我就开始哈，从台北市办户外的讨论蔡英文博士到底是真是假，哦，一条一条，如果经费有过的话哈，我就全省巡回，哇、哦，我张哦，张阿莫，我太太去刷一下，哎、欸，啊，真正有两个礼拜呢。啊，真正这个代志嘛，说都无做袂使啊。现在已经有两个人，他
他也汇钱进来，哦，我把几千块来礼拜，礼拜哈，希望哈我能够办全省巡回，全省巡回讨论，我咱台湾的人，咱台湾人哈，伫这个特定馆哈，哎，连跟美国之间的 email 的互动，白宫网站 email 互动都被锁了啦，都被锁了啦，因为国家机器蔡英文挂人哦，用国家机器把这个功能锁死了。啊，好佳哉哈，有咱乡亲来给他欢迎，哎，欢迎要哎，马上哈，我以前过去哈 ，maintain 哦，维修哦，这个 main server 的经验，哎，这最简单的道理啊，这可能哈，我来去check啊，结果哈，check出来哈，点看点 T W 的信箱哈，收不到白宫进来的网站，白宫网站进来的信箱啊，啊，所以讲彭教授底下咧舞啦，舞鬼半波吼。哎，所有的关心这件代志的台湾人哦，用点看点 T W 信箱哦，跟白宫互动的哦，全部收不到信了，全部收不到信，全部被锁死了。大家给人家精心关了啊，所以讲哦，我对蔡英文这个破事的代志哦，我希望我办巡回了哦啊，真的有人哦，有人那个汇钱进来了。那我的意思说哈，我现在开始在筹划，只要经费过的话，甚至于第一场就要打响，请彭文正，或是请贺德芬，或是甚至于请李秀莲哈，他们能够到场哦。啊，经费要够，咱就当做我较水；啊，经费若无够，咱就无得当做。啊，以上哈是我曾淼宏展教授，电机博士，三军大学电脑中心上高主任。专门咧附近吼，没有 server 的 maintain 的人，哦，所讲的意见，啊，大家呐对我的诶物件吼有兴趣 ，YouTube 右下角那边吼有一个订阅，你得给它订阅落去，哦，啊，旁边还有一个小铃铛，你就给它按下去，欸，我的东西一上去，啊，大家 YouTube 呢就会联络你，呵，以上是我曾淼宏展教授吼，电机博士。三军大学电脑中心上高退伍，感恩大家哈，交换知识。OK，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